好，有老师反映我们的城市有一个小虫，就是在使用试算表的时候，如果有出现清单，是会出现错误的。那测试了一下，真的也是这样，修正了一下程式。那今天是12月11号，12月11号，待会发布的版本，好，就会把这个 bug 改掉，就会把这个改掉。那首先我们的试算表一样，你要做法是一样，要能编辑，知道连接的人能编辑，然后表单，名称要给他。那这边建议使用有星号的这个积木，用有星号的积木。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20笔是不是可以写进去。好，我们按一下空白键，然后回到我们的这边，4749，是都有进来都有进来。然后看一下我们的20笔资料，所以大概要40秒它会写完，40秒它会写完。好，现在需要13秒，所以目前来说，这样看起来是 OK 的。那好，20笔记录完了，第21笔，为什么是第21笔？是因为我们第一栏是我们的所谓的标题列，标题列。好，那我们来单独写入一个值好了。好，我们单独来写入一个值，这个拿掉，这个拿掉。OSEP 执行，它是不是有写入呢？最后这个有写入，OSEP，那这样我们的程式就修正完成了。